芒果是我们常见的水果，但是千多元一颗的芒果，你有没有吃过呢？日本名产太阳之子贵族芒果就在刚结束的拍卖会上呢，两颗就卖出了3000多新元。这两颗红彤彤的大芒果就是宫崎名种太阳之子。钟声响起，镜头活动随即开始。结果买家喹出了30万日元，或大约3400新元的天价，成功投得这对太阳之子。每年5月到6月是当地的芒果旺季，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。普通的太阳之子两颗叫价大约200多新元，而只有重量和甜度达到一定标准，且表面红透无瑕，才有机会登上竞标之堂。